新西兰，一个令人惊讶的多元化的世界，全包含在一起的一个小国。新西兰是一个精致的、具有多元文化社区的、仅仅只有450万人的家。从令人惊叹的山脉、起伏的农田和长长的沙滩，到威严凛然的古老森林和独特的野生动物，新西兰就是大自然所赐予的最美好、最美丽的产品展示橱窗。凯里凯里，这一位于新西兰美丽的岛屿湾地区的一个极具灵性的亚热带小镇，就是经过认证的天然护肤品和美容公司自然生活的生产基地。在这里，自然生活拥有自己的制造工厂、旗舰零售店和一个附属的美容治疗诊所。自然生活是全球首批认证过的生产无合成防腐剂或对羟基苯甲酸酯的天然护肤系列产品的公司之一。自1987年成立以来，自然生活已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创新能力并生产安全的自然美的护肤品行业的领导者，拥有德国的 BDIH 天然认证和符合 COSMOS 标准的有机产品认证。 COSMOS 的标准有些是全球制定最严格的标准。自然生活生产能与我们身体协调工作的，并能保护、培育和增强皮肤健康的100%的天然护肤产品，产品都不含转基因原料。我们的理念是，如果对原材料有疑问，我们绝不使用它。这意味着我们的产品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品牌之一。自然生活致力于成为一个道德高尚并具有荣誉感的企业。我们的产品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在动物身上进行测试。自然生活生产的产品品种包括铝或殊绒的，取自新西兰本土植物，如麦努卡油、活性麦努卡蜂蜜和新西兰Harakeke 亚麻的用于女性和男性的护肤品、护体及头发护理产品。自然生活也提供使用地球上最好的矿物质的全球最安全、最健康、最美丽的化妆产品。他们的妆容是艺术，不造作，普遍被化妆师所使用和喜爱，并在化妆完后给予女性一个完美的妆容，让女性在外观靓丽并自觉美感的同时还获得健康的呵护。自然生活秉承其真实自然的宗旨，以激发人的精神，并帮助人们与自然之美重新连接的方式，来坚持提供安全有效的、促进肌肤健康和活力的产品。